想到我轿车，去奔轿车去。爱吃鸡儿的朋友们，奔轿车大家好，对，跟咱抢车。我叫周二将，是一名快，枪法随缘，只会野人。撞他们，旁边有一马面队，撞他们。哇，完了，看谁先抢到。上车，赶紧上车，瞄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挡住他，拿车挡住他！哎呦我操！瞄准大哥们，恐孩子呢？哦，他掉线了吗？没有啊。追！慢了，咱们车上坐了一个人，坐了一个敌人，他上不了车。知道啊。咱们车上有个敌人。对，有个敌人。哎呀！对呀、啊，有人！哎呀，完了！没事，不下车。不下车，没事。位置被他们坐了，瞄准上不了车，咱们就不下车了。找下车。好坏哦，这些人。后边来个人。他们过来了吗？他们没来。不管他们，后边来个人。赶紧找枪。人机，把人机锤了。他们不敢过来。你们打我退了。哦，谢谢送的礼物。哎，下把了，没看到。来了。没看到。哎呦！谁来了？快跑！哎，感觉我穿的这个熊衣服，我感觉我好重哦。哎，一嘴撂到里啊！你气焰不？哇，怎么样？帅不帅？你志哥，你打车干什么呀？熊玩意儿。怎么样？咔咔的，你志哥这真是人狠话不多，这俩咔咔，试图想开车撞咱们，那能行吗？他干嘛呢？他这边堵吗？哎呀，听着这，哎我的天！我来扔一个那什么？那搁这堵吧。扔哪呢？扔这里吗？扔什么？给56、那个、56子弹啊！56子弹啊！太闹挺了他。大熊赶紧过来，不要在桥中间，一会儿人来看到你了。藏起来咱们。没事。哎，怎么少了个轮胎？把那个，哎，来了，别开车。别动。停了。等，看看别露头。你别开车，你到车上下来呀，有车印呢。什么 PK？ 完了什么 PK？ 你们咋整的呀？堵好好的堵个桥，人家满面对。哎呀，不行啊！等他们开车吧。我看到一个了，哎，他过来了，志哥，去你那里一个。没事，不管。打了他几枪？边上还有。就在你前面，别让他们狙倒了。我不漏，我还没有被禁。别漏。这大熊真是，你小心点，你前面那个大熊真是那啥了，你嘚瑟，要不然这一队人都是咱们的，你这家伙让你暴露了，你咋还搁车上坐着呢？他绕后了，绕后了，他跑到下面去了，他绕后了。对，完了，我被狙倒了。你们看着点后边，得绕后那家伙干死。完了，大熊被捋了。这后边打得到。你把后边那人解决了。难受啊，走。还一直在打我后边那个。大熊，你刚刚打死啦？没啦？哎呀，我这位置好尴尬呀！前面打有人过来了。好残这个，右手边箱集装箱那里还有一个，撂倒下了，就咱们脚下还有一个，还剩他一个，来了，漏了，完事，好，还有一个在咱们脚下，不管他。没车了，
上车走了，你舔什么包还舔俩包还不够，这么肥的包。不是舔包，我去看那人在哪。看他干啥呀，咱们？哎，你还想要什么装备？哎，这咋回事？我很听话啊，对呀、啊，大熊听话，好孩子啊、哦，早点睡觉去吧啊、哦，睡觉去吧，都几点了？都十点半了，你还不睡觉？乖乖在车里。你赶紧睡觉，就是最听话的了啊！你们没有远程。你志哥刚才给你报仇了，给他们队友全干死了，不要害怕啊！怎么样？哎我去，这打的！让他们先打吧，两队应该是两个队在打。哎，又来了辆车，他们又来车了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让他们先打。过瘾呐！好几个队呢，三个队。哎呦！全使！哎哎，回来回来！哎，车！我那我有消音，他们听不着，你一打不就暴露了吗？也听得到，咱们距离近也看得到的。哎呀，快活人送的棒棒糖！不是我这消音他听不着，你一打就暴露了。稳住啊！别着急。你打吧。不是，不是我打。打吧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今天。我先趴一会儿。我靠！这熊玩的。你再狙我，我可跟你玩命啊！在咱们这边啊。我非得打他一枪不可。哎，那边来人了，后边来人了。然后这小子还没走。他们车都坏了，不是被卸了轮胎吗？好。那人倒掉了。我感觉今天我要躺机。哦，前面有人。没看着人呢。小心点。需要朝这个方向进入安全区。不知道，有辆蹦蹦仔，不知道。蹦蹦应该死了。没有人哈，咱们可以开他的车。不知道死了没有。快跑啊！快跑。应该没人，下个毒圈了，扛不住了，这毒圈跑不赢就死了，就死啦死啦的。那这车还能开吗？必须能开呀。人好像死了，快上车。走走走走走。好，不热。来人了。哟，志哥，我后边来人了！哎呦我的天哪，全攻上来了！志哥，我靠，杀了七个了，还有人来了！这小子跑那去了，看到没？淹不淹？哎，你又走？靠！完了，后边过来了。哎呀，完了，被人夹了。